在我们店分析的时候，能跟他以前购买的温度、物发作元素，他这个个人写话当中作为帮衬的分析。啊，就是主观的，你这个主观的观念不同，引起这个个体目标啊，不能让这个人做难的一切。一些空了在哪里呢？是的，哪一档叫那来者？但无先贤嘛先，无先贤嘛跟人靠工作交杯。所以大家我感觉讲，未来是怎？人生到这世间，在香港，那无多，做咱的引导，做肯肯定，咱来这世间是需要什么？尽社会对对方的人有些什么？大家唔是还一个问题，还个题呢？咱人生过程中，那像我到旁边就是，即位大哥干事。尤其是咱儒家认为，啊，大家咱前人者用足侪苦心，用足侪能力，用足侪牺牲，去互咱每一个姊妹，会当甲咱顺顺善友，互咱会当归根结底，这个才是真正来正道解答。哦，虽是讲短暂几十年的时间，如果拿回来都有研究。人生到这世间，那是看看看看那是怪。那么咱之前的功劳是十二章，啊，助万，助万，天仙得福，天仙得福，返回基础符合，返回基础符合，就返回呢是受了，哦，俗嘛，俗嘛呢就定做公信，俗嘛就叫什么？哦，啊，这个人呢，伊是天条件安尼，修为是盖好，是盖好，但是孔子在孔县里面修得高，来到家，哦，就是讲吼，啊，你行到对，人拢甲你作路了，啊，甲你作前站，所以伊就感觉讲，那前就讲，对，感觉讲是作者阻碍，所以就想办法。好，现在甲红旗空线的，啊，啊，就这当中呢，修行到空线的就作修修，啊，上天既然将这个道呢降在我的心里，我负担着这个天命，要出来助人国，哦，我若无违背天理，无违背人心，你反对安怎样，你就无办法，哦。我是代表天命，你无办法。所以孔子呢，伊足信心。所以咱即期修行人多，咱起头爱自信，爱有信心。上天降道来，我们拯救众生，拯救咱来是我。因为几年时间无下无研究，两只眼我都睁不睁。哦，这个咱就要注意，而且将一站呢。以空线的触点，会触的触点呢，真困难、真危险的这种情况，会当吼不忧不苦。所以咱希望这个过程中，咱绝对唔通烦恼、茫恐怖、心态愉悦、大胆活动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这条路都好行，哦，是的。空性人有甚物会讲一番话？空性人伫迄个当中，伊才会讲一句话，因为没有种地主，没有天人安尼个情况，相信讲天命，毋是普通你讲哦，要来改违背就违背这个情形。所以书记呢，孔子世家内面有许多个记载，孔子去德国啊，去德国来到宋国啊，所以伫迄种地主。早出的就来讲，吼、哦，唔是家一个出，拢有足侪地主对事业出就来讲，所以呢，天困伫个大树下，伫啊在学咧，因为时间出拢袂当跳拢，所以伊啊天困，但是伊啊讲咧，这个书法团队，所
上司嘛来问，主管反对的，吼、哦，医生就是讲，哦，要杀来控制啊，所以就想办法，从当时要甲变拢倒落去吼，是要来宰客，哦，所以控制呢，因地主来讲，哦，啊，控制呢，离开迄个所在，所以地主啊，可以说，还讲老师嘛，咱来看病，不不一样。孔子讲啦，孔子在底下也在也感想个来讲，天生一物反对其实无可，这个话就是也好嘛。上天既然将大道来降在我身上，将这个大道要来拯救天下间人，要来护国护民，使天下间的众生的姊妹能够在自由地下去轮回。所以你反对有什么原因哦？来阻碍我呢？反对技术无可能成功啊！所以，孔子本章是孔子回答弟子的话啊。当孔圣人呢，当孔子就业国的这期间，沿途做了哦，做了不老迈的孔的训练哦。到真正真的板德学生，去到对就受着困难，受着灾劫啊，去到对就受着困难。但是咱还有信心。还有信心，也可以说经过几场的风险，有一次孔子离开了魏国，准备去到邻国的时阵，经过一个地方叫做孔国孔地。这个孔地人呢，以前啊向人呢，遭受了鲁国贵姓家臣这杨虎的两段甲斩杀啊，因为这个杨虎呢。伊个相叫孔子作学生，叫孔子作学生，所以阿个何人孔子就是杨虎，所以来到遐呢，来到遐，孔子呢，吼、哦，叫杨虎拢作班个学生，吼、哦，孔子甲弟子呢来到遐，受着这个杨虎来开围，吼、哦，来开围，吼、哦，围困，困了何人？当时孔子呢，向弟子讲。文王既物文不在此哦。文王虽然离开了这个世间，啊，文不在此吗？头有一句文王是在讲文王，叫文王的名，啊，下面这个文就是讲道，讲道不叠加吗？文王虽然离开去了，但是伊道不大个啦，啊，孔子是继承叫文王武王，啊，就讲。一直地落地上，所以文不在处嘛，处嘛，道无伫遮嘛，天将降书无量，上天降这天将授书无量，上天来将这道书得哩，哦，要将这个道来来送出去，我书写不得有书无量，咱后来这人，都无多人得到道，无多人透过修道离开了这轮回啊，天之以授书无量。上天既然哦，要未将这个道来解释到对，空人之如如何，不要紧，空高人哦。这个用户呢，你感觉怎样哦？上天嘛无用问伊啊，哦，所以这道话是甲本章大致正当相同。所以心如救世用人者，哦，心如救世用人的人，对德行必须要有信心。对咱修学道，哦，对咱的良心必须一定要有信心，啊、哦，袂使无信心。咱若无信心，咱就不能得去，啊、哦，人讲自作大自然作，哈、哦，咱家己爱对咱家己，哦，有保证，所以咱家己的本身的人格爱做出来，啊，上天都会给咱道保护，啊、哦。所以，咱对德行方面呢，必须要信心。处心即变故，啊，的时阵，咱希望在过程中，人生或者世间一定有变故时阵，人讲一心良果，修道永通。在咱的人生过程中一定会，所以咱时时刻刻要注意，哦，咱时时刻刻爱足注意，所以。必须要有不有的人心，哦，
使有什么利益。哦，地位就是地位，每一个人都有诶物件。哦，咱若讲，莫介绍讲，我在这个地位，大家拢升，大家拢平等。所以，中庸甲讲，天命之性，率性之道。上天赋予咱诶物件，拢平等。无讲伊有啊，我无；无讲我无啊，伊有。所以不疑惑的一个地位，不畏苦一个勇气，做人到这世间爱有勇气，知人用三下，也伫咱个心，咱才有法度能转去，才有法度能发，哦，我度能抗拒一切困难，所以咱袂使，哦，有恐慌，有敬畏，有一个勇气，心情自然定定，看会开，看会远。自然这心情就会定定，所以孔子讲过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咱上下行咧，世间无啥物通烦恼烦恼，咱也是永远要倒在食，咱是永远倒在食。是讲食，就是一个连这个心都会降数，食就是在谈苦尽甘实，把咱真正用心做出来个，真正实实在在咧做，真重要。哦，所以以上是孔子之言，只有何者哦，去何止修道者、修学者的启示，嘛是对咱后来再修道兄弟姊妹的一种启示，就是讲上眼从道来放物者，是宇宙当中要救咱兄弟姊妹出去，所以修学道的这个困境，有了什么困境，咱拢嘛比较强防哦。我尊重心做，哦，啊，就是讲咧，就真世间，一日嘛是等于，百日嘛是等于啦，哦，到遮若未做，你搁当搁做无落，哦，一定爱要做，爱目标看准，咱个人生就简单，哦，刚做三十二岁就开空气，伊一只狗会跑，唔就是拢白，三十岁二岁就开空气，空性人来得看。咱做对抗完了后，靠阿足阿人悲伤，所以做对处呢，得讲无输啊，过了无事，过了烦恼呢，哦，伊讲我若无困难，眼泪了烦恼来忧愁，哦，阿是个为啥呢？所以咱来了解，圣人伊知影道要教啥物人，所以从道传哦，凡夫做了，阿凡夫怎啊等于，啊？啊，所以呢，他们住的也很空闲，哦，一种东西，咱来了解，哦，咱大乘世间是一道，时间无介长，不过上天无影了，拢会甲咱暗助，自尊师父老大人的带领，拢甲咱封闭，互咱真正会当一帆风顺，哦，以几十年时间，互咱做甲公圆顾问，啊，所以。真的是孔圣人讲的，何学修道者很开心。来，二十三章，祝万，祝万。二三祝以我为问，二三祝以我为问何？何不问何呢？何不问何呢？何不行而不以三祝者？何不行而不入三二三祝者？是某呀，即阵是空性人诶，哦，咧解种地主句，恁若讲我往前道，哦，有足侪物件甲恁扛，我无咧扛，修道行道是，哦，即个袂扛住，因为修行毋是咧看到讲，到讲道理啊，咧下一个下啦，修行最重要诶。天方面，哦，干那把身体无来，爱要做，爱要做。所以孔圣人呢，遮，哦，呾将伊个确实伊心内个物件，伊也看到种业主，哎，个心情，所以伊呾直接发表伊个心得来讲。讲二三祖，以我为问哦，讲种兄弟姊妹，恁若以往我有甲恁看。我不问哦，我无甲你讲话。我不不嫌你不离三住家习惯，我打算叫恁做伙，哦，叫恁做伙。
哦，阿拉无甲你谈，哦，我无形不生主就是无的，所以伊将这个形来讲予伊生主听，哦，这是我讲无的应该爱做的，阿嘛是你爱地位来看，虽然不是甲你讲听道理、讲道理、捌经典的，哦，最重要就是讲，哦，爱以真正来做较重要，哦。这个空性就是这样表达出来，所以从此孔子教导弟子，以教人教人完全以所必上过，无所分众。哦，孔子伊来教教导这种弟子，哦，伊伫教人伫讲啦，就是讲我知影偌济讲偌济文听，但我无分卡。这是叫做种地主，恁大家爱认真修，爱认真看。咱来观大眼光，有千万的智慧哦。所以这视频咱来讲，孔子学问道德高深广大，孔子的学问在于道德，足宽佮足深，足宽足大哦，广大高深广大。哦，咱真个了解，所以较近呢，哦，两千多年前较近，伊也是人为智性先书，哦，以边上之言论教化，哦，却中用，却中用平，所以边上言论教化，拢从真简单、真边上，哦，诶，这物件来教化遐个姊妹，所以中用开张收益来。不偏其右，不逆其右，啊、哦！所以咱的姊妹，咱的心会使偏，做会使偏，不偏不偏，那就一定用得，永远无改变，啊、哦！但是正常的代志，啊、哦！所以呢，请上以心脑来明白，空性里面就变上。就用个心教来代替言教，啊、哦，所以不是单单讲尔，足重要个也要做。所以是买咱爱了解，唔讲我唔捌事，我学得到心道，唔捌事啦，只要心道足济啦，啊，你看着祖先祖孙，伊有捌偌济字无？有哪毋是讲唔捌事啦？有也捌事。你看伊当时来做环境，咱若时间来看就知影，伊做环境，环境写到足重要个。所以地主各国地主面是根据主真学问。所以呢，这个观念，地主迄个时阵，种地主迄个时阵，无法度去了解孔子会真正真学问，学问甲文学无相像，咱来了解。哦，学问是真正道德的学问，文学呢是文章、文字，这才是文学，要学习啊。所以以辅助呢，有文章，怀疑讲老师在难看微博的，啊，有点怀疑。所以这个前言，孔圣人呢，啊，就安尼想，就讲恁这地主的怀疑讲。我更了合理哦，利用有教会，我足济真理拢藏个，莫讲人知哦。孔圣人啊，就讲人家种地主呢，可能有一款怀疑，所以辅助呢会设计以优处人，为了要解释，让这种地主莫搁再有一款怀疑，所以才讲一句话出来。辅助平时。有地主是教育，孔圣人呢平常时啊，或者地主的教育，以言明两方面，一方面呢以文学，一方面呢以学问，一方面以言啊，一方面以行动，来这两方面来配合啊、哦。所以咱身为见证者，咱唔是讲，干呐讲道理会听的，咱平常咱的行为爱做一种标准。这种标准，哦，做咱的好学，哦，无对一件旁人甲咱掠，
讲啊，咱讲讲个点样讲得偌好，咱心里做安怎样，咱绝对袂使吼，遐个姊妹一份怀疑，所以咱袂使甲人问问啊，一定爱从学问提出来，却不问行为哦方面的探讨。再讲地主呢，敢若着控制的这个问题呢，无去甲研究控制的行为方面。对控制行为方面去来探讨，因此才怀疑有助于分辨不双字的学问。所以呢，种人起码要种提出，啊，大怀疑着讲圣人呢，哦，温重条呢，啊，而且避免，啊，而且大学问，伫修学到这个过程中，全部讲出来。所以，哪里晓得，哪里了解，而且能带咱了解讲。天下只有言语可以尊重，哦，但是言语它尊重，因为何可重视？因为太难看得了呢，所以无数使出人机。所以孔圣人呢，他底下将这个贤这个字呢，来提出来给咱姊妹去看，所以叫好看突出看，好看突出，规个拢捧出来给看。我不行，我不行，你不三数者。哦，伊讲讲出个，我的行动啊、哦，我的行为，无迄个无甲恁做咧行啦，我也无甲恁做咧做。伊是既无私之心，伊是既无私心，无分别，嘛无私心，嘛无分众条咧。所以你姊妹，咱家己爱好有爱心，咱做较重要。人讲咱下来工作者。这修学，个人来感触者，哦，拢唔像咱知影，哦，拢